昨天你气我单排一人，今天我带队友秦来复仇。前两天这个小破车轮不起，猫又排得很慢，七八分钟一把就去单排玩老鼠了，排了三把，连续两把猫板第一和一把猫板第十二名，人都给打麻了。可惜的是这个猫板第一今天没给我逮到啊，逮到一个猫板第十二名，上来还说我们昨天是不是见过，勾起了我那痛苦的回忆。而且这把地图跟他选的角色都是一模一样的，成心的是吧？兄弟们来个三连，我势必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站起来呀。你知道什么小猫也是猫也是猫也是，我挺愿出了，挺愿很安全的，我觉得是吧？那我也挺愿出了，那我就挺愿是嘛，挺愿最上面远视，对，挺愿最上面远视，最上面是吧？我去拿我去拿我去拿头电的位置，你可以先喝一下，喝完之后它已经都差不多快消失了。我喝我喝我喝，累啊，这么小。他在餐厅看到了吧？ OK OK OK， 隐身隐身，门是关着的，隐身的，隐身的，没错，就要装盔甲房，就要装盔甲房。反正现在你走到这里来了，那我去推餐厅的了，推下餐厅的吧，动一下，动一下。可以是没吧？门开了，门开了，门开了，不知道哪里门开的。我开的。餐厅很安全的。他就打你，他现在应该在庭院，马上飞过去。那走吧，走。哎，在我后面，我推，不要紧。你快往下跑，你快往下跑，下面的快往下跑。哎，他下去了，他下去了，没跟我，没在我后面。反正这有盾，再追我，在我身后。OK OK， 那我走，我也摆脱。好，好拉扯，我来了。我去卧室推，我去卧室玩了。哎，一刀秒，一刀就没了，有穷追了。不是去世吗？可能是。哇，有去去世一刀盔甲了是吧？哎，你没死啊，干劲什么鬼？我自救，但是跑不掉，跑不掉。把这个推完，我能救的。头顶位置，走，我早点过去能捞下来。穷追掉，穷追掉，熊在手上又拍。我走，直接捞了。我只能往鸽子。他不会打我，他们不会打我，打你去。哎，我能记得把你炸下来。好砸，再见，赶紧走。你还用我在是吧？下次卖走，兄弟们，大刀暴走。我搬。砸到了，走。哇，你打下，我推啊！你得砸到了，已经走了。OK。你把控打下了。砸到了，走。来，推走掉，我抓了。推走掉。这么给力的吗？哇，燕子，我一直在听到砸到了，走。认真的。掩护的明明白白的，是吧？要套我们，要从卧室套我们。他要从，他反正现在卧室都是套你们。你干什么？他下去了，餐厅，快走，餐厅，小心套上来。我有套不到，我说的是套牛仔。我这不可能觉得，我一听这个声音直接就跳了。我把火箭砸。进卧室。我是，他追我呢。我餐厅，你不是隐身的吧？我隐身没了，我去。不过他踩了面火面粉，不一定抓得到我。我推，你在山姆看不见。对，他没看到。别下，放你开。我下不来，我都。冲掉，拍子也没了。哎，我起来了。帅，往下跳。你就往下跳，我在你门口。哎呦，他买了个盘子，我下了。砸到，空。我们那去，卖饭地雷。哎，被掏了。哎，差一点点他站起来。没事，现在他已经很劣势了。现在快烂掉了，哇！这边我一提扔一个，我一提扔一个，没有盾，还没有盾，随便救。哇！这边毒的，你一说我就怕，这么对，砸到了，走不走？快走，直接走了。先推上面的呗。对，先推上面的。再追太妃，不用管。那平原的完了，被砸了。你们可以搬一下，我有护佑死，你那火箭我应该是修好了。我摸一下，我去。庭院要准备一下，庭院没人，看到你了会去找庭院的。哎呀，这都没丢到吗？那就这里了。他这手，浪费下时间是不错的，浪费时间吧。我来，我随便救的。你隐身，还有盾，我隐身，我还隐身。抓个人来吧，就你。没，手上是空的，就是下来，再买。就是往右边跑，我有地雷把你砸一下，就是往右边跑，右边跑，有地雷把你触发一下。对，哎、你往地拉，不然你这怎么走？你就一个吗？我就一个呀，对吧？我先放你。没事，我再救我，我升级救我。没事，他得扔上去。我们地雷。你没地雷，有牛仔，他还得扔。啊，他一个霸体是吧？
我升级，我升级，我升级，我升级。哎呀，这这这！铁血拉子，铁血拉子，我要炸了！我要炸！我炸！这个甩了是直接飞啊！无所谓，炸了！一个金币两成盾，你看怎么办吧？兄弟们 ！OK OK， 他直接甩了，甩空了。这家伙是炸的，他怎么可能甩不上去？没袋子吧？我踹了，没事了。我们说甩空了吧？没事了。猫山有盾，猫山有盾，飞狗掉了，飞狗掉了，他死了，牛仔，没了，对没了，对没了，再打他牛仔。来了来了，我弹琴，三级琴，舒服了，让他舒服一下，得得得。这声音很好听啊，我听着刮的，觉得音乐先变了，真的好听啊。七人心，五谷双分，要进所选的。道具有点少。我先补个小电话。金军被我打飞，金军被我打飞，我来金币，得得得，哎，他秒，他八体，金锤走了，金锤走了，金锤，把剑，把剑拆了，我要炸了，我要踩了，我踩，我本来是想往外面拉一下的，哎，好甩，把我甩到天上去了，看星空，我把炮打断，最近确实想看星空了，没道具，这上面有道具啊，我知道，猫中发血。他怎么走？上面还有顶上有个盘子。我们那边不好过，我在找道具。900，我要隐身回去了，不隐身回不去。爆破了！爆破！啊！够不够抓他？赶紧死一边去！哎，把这个缩血砍一下。被狗抓，被狗抓，被狗抓！对，我们火盘去哪？缩血打一下，缩血。他死了！能不能把缩血拆了？这个球啊！一波了，再见，炸了，马桶炸了，走了。好，太帅，兄弟们，好强。